大家好，我是譚家魚翅譚家菜的譚師傅，專門教你哋泡法，包心翅肚燕窩等百年歷史名菜，當然家庭小菜是少不了的。我的全名叫做譚宏基，宏偉基礎的宏基。我做了大廚已經有四十幾年，三十多年前由香港嚟新加坡做大廚，客人問我師傅貴姓啊，我就回答小姓譚啊。可能會姓譚的真係屬於小姓，但係更大可能是我的華語講得太差太爛，講咗一段時間咧，我的客人先至明白，哦，譚詠麟嘅譚。一輪探譚校長，久而久之咧，大多數嘅朋友同埋顧客咧都叫我譚校長啦。依家亦有一啲人會叫我 Alan Tam， 呢啲都係佔譚詠麟嘅光啦。適逢中秋佳節來臨，我就開始教大家做正宗又傳統嘅中秋月餅，同埋冰皮榴蓮月餅，以及新派口味嘅月餅。想學多啲嘢，請收看我嘅視頻。你覺得好嘅話，敬請收藏並轉發給你嘅親友。想經營餐館，想了解餐飲業嘅運作，想學多一門手藝，或者想學幾款家庭小菜慰勞下屋企人，你就要更加進入我嘅課室工作坊，亦可以訂閱我嘅頻道。如再有不明白的話，你可以親臨本店，我譚校長將會言傳身教，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你。這個叫做飲食文化武衛傳承。